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赶快走，你必须赶快离开这儿。我为什么要走？你害怕？听我说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，让他们都走，越快越好。 你总是那么自以为是。相信我，求你相信我，看在爸爸和姐妹的情谊上，你必须在12点之前走，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到那会儿就来不及了。 刚刚得到的准确情报，军统的一个行动小组可能已经潜入了会场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立即清点，将会场所有的中国人集中起来，组一支兵。你宣布吧。 千万不要生气啊！其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啊！放心，太操心了。这小日本一点也没给咱们老板面子。好了，少说两句。下一个。 老板，真有刺客！带走！带走！警长，再观察观察。 得到的情报一样的准确，行动组一共是4个人，危险解除了。恭喜您啊！
那就让那个江朝宗继续过他的寿吧。我累了，要回房休息一会儿。好。 二姐，二姐，你看前面有人家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到了。
这样能管点用，秦玉，你忍着点啊，忍着点。所有的事情，你都预先知道是不是？你知道会有爆炸？你怎么知道？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是陈墨玉，你让我给你包好吗？你没看到她一直在流血吗？你坚持一下，我这就去给你找大夫去。你哪儿都别去。 是你误会我了，你以为我开枪打你，我就不疼吗？我知道你疼，我知道你疼，我知道你根本没想打死我，要不然你不会对着我的肚子开枪。我明白，我没恨你。 共产党北平地下党。 再清楚一点，你记得我在街上碰到你，我说我想跟你在一起。我记得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告诉我的话我都没有忘记。错过一次的，不能再错第二次。
我记得，我跟你说，我长大了，我要比原来变得更好。我记得，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就是我家的墨鱼，我家的三三。 怎么会是汉奸呢？你知道吗？有了你这句话，我可以没什么遗憾的走了。你别说了，不说了。再说。 是二姐抱歉的话，不抱歉，不抱歉。我是走着你走过的路来到这儿的，是不抱歉，是高兴，真高兴。 别胡说！那次他们都说你不在了，我就不信。你看，你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次狗爸没有那么好命，他们追来，我最后还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保全你。 最后的时候，我能把你救出去，我能把你救出去。 二小姐，你这算什么？没有意义了，放下枪。放下枪的，还能叫战士吗？那你还想干什么？和和云良已经被你打死了，那是他应得的下场。跟我们走吧，你现在已经受了很重的伤，再继续顽抗下去。 对我们大家都不利。三小姐，劝劝你二姐。照他说的，劝我。二姐，你这样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你放下枪吧。你闭嘴。二小姐，别再坚持了。看看现在的局势。 你是跑不掉的。
听我最后一次劝，方可三小姐，我数十下，然后你放下枪，走过来。一，我坚持不住，二，我要先走了。三，你坚持，我能救你出去，我能四，坚持。五。 六，我能站在你的身边死去，我很幸福。这一生，我能做你的姐姐，我很幸福，很骄傲。 陈墨一，是。好，下面请你认真地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三通会发生的事情有多么严重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希望你的回答能够令我满意。我能先洗一洗脸吗？你为什么会在三通会？胡世群找的我。 你可以去问他。他找你做什么？不知道。我还没有见着他，就出事了。那，你怎么会和秦玉在一起呢？我不知道。爆炸了，人群四散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把我抓住了。 怎么又把我拉着离开了三通会？我身上有好多的血，是我姐姐的血。我能先换件衣服吗？我会配合你的。 只是，我想先洗一洗。有进展吗？现在只知道，爆炸后青玉挟持的逃走了，后来青玉死了，他因为。 有重大责任，而被送进察局，转移到了宪兵队。又从宪兵队被转移到了丰台兵营。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。敌人反扑得很厉害，组织上决定进行转移。你也要随队离开。
你现在只能忍耐，希望墨玉能够撑下敌人的拷问。 司机说煤气油了，今天出门不昨天刚给他的油钱吗？汽油管制，得去黑市上去买，那儿的价格可是没有道理的。都十多天了还宵禁，光宵禁有什么用呢？ 有本事，连门都别让出。我知道了，让他歇了吧，明天我自己去。还有事儿吗，大小姐？我觉得你还是别去找那个处长了。你也觉得？ 都十几天了，三小姐要是没事儿，咱们早就应该知道她的消息了。那个处长不是也说了吗？他是被宪兵队从警察那儿抓走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我总是存了一丝希望，那个处长收了我好处，他总该为我办些事情吧。 我不知道那么多大道理，可是我觉得二小姐、三小姐这次做下的事儿可是惊天动地，日本人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，还是我太……要是秦玉和墨玉在，一定不会像我这样。 让我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吧。身后的别弄丢了，以后我不在了，这就是我。不。 如果没有去找墨玉，墨玉就不会去三同会找青玉。那么或许一切都会不同吧。也许大家都会平安无事，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。就算不能见面，但我知道你们也在这个城里。 和我想念你们一样的在想念我，程冷玉。这个世上没有也许，但是却有你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秦玉不在了，沐浴生死未卜，只有你了。 要报仇，要为全家报仇。
让他进来，大小姐，他就在里面，还没有醒过来，进去吧。阿里阿多。 站在他面前了，可我还是没做到。我是陈家最没用的女儿，你打我，你骂我吧，我真是一无是处的人。 保不了仇，我又不能保护我自己，我这还活着有什么意义？爸，爸，我能去找你吗？爸，我求求你，让我去找你吧。 真的没有任何牵挂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
院长同意我的请求了吗？这里不是净土，也没有能力包容所有的人。我很惭愧。看你的穿着，你的家世应该能给你庇护。这里只是你一时的躲避之所而已。院长嬷嬷说， 应该把机会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那些挣扎要活下去的人。可是我的家不但不能庇护我，还是我一切烦恼的来源。在战争中，谁有真正有能力庇护别人的生命呢？对不起， 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我只要求庇护我的心灵。至于生活，我愿意拿出钱财来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受苦受难的人。我只要求在这里保佑我的灵魂。 生命去回答所有谜局，烈火熊熊，夏日朦胧，忘不了你，生死相依，爱过的你，恨过的你，都是幻灭。烟雾重重，雷雨蒙蒙，身不由己，千言万语。
手中，相遇难浓，忘不了。